你是台南。哦，咱台南真正是一个福地福地福地福人居。哎。来。啊，今晚来咧唱你迄个富贵的歌谣吗？好，好来。咱坐下来吼，你做下一首这个咱今仔节目的这个，算作是和主题有关的啦吼。台湾之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啦吼。这首歌叫做《白牡丹》。白牡丹，白牡丹，白牡丹啊，白牡丹。是有点味道不一样哈，所以我之前说我们协会不是喝酒饮浪费，每壶都是好酒，是味道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诠释的味道不一样，诠释的方式不一样，很好，而且我们都是练习非常久了，已经快20年了走过了也是很长很漫长的，是啊是啊，多辛苦，那有长辈你教过哎，很辛苦的耕耘跟经营，可是很快乐啦，快乐啦，是喜乐的，看着快乐，看快乐看个天空，无看钱啦，看着快乐，对，你们你蛮快乐，我拍拍手哦，谢谢，来今晚好。今天是回绿的光，所以咱就过来继续推出这首都是台湾歌谣，是咱台湾民谣。这首嘛，咱的台湾歌谣，是咱洪英峰老师一首写，一首曲，一首词，17岁就写，第一首歌叫做17岁哦，17岁唔该了。
其他少少年少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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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情怀是啊是啊，所以少男情怀总是对是啦，精彩啊！来，我们会唱的一起出来哈，点暖灰，掌声鼓励哈，老师三段就好了哈，三段的好了哈，已经是四段了。我们唱一二四，那个一二四就好。好，老师，请你好，来哦，张医师，哎呀，一起来，来给，老师请讲。平生的感谢咯。谢谢。
好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立益国际安平有港游运河。待会八点钟要抵达的是和乐广场往返线，将会带各位好朋友欣赏到全台湾最美的公运河，也将会。